一天在这有完没完了你？姐不小心，就你这样还整我，你幼不幼稚啊你？好啊，姐夫，你敢拿水球扎大姐啊？不是。哟，点的外卖，能不能让我吃一口？滚！好啊，你说的，我去告诉大姐。来。我先吃一勺。一勺吗？对啊，就一勺啊。别生气姐夫，你把我衣服洗了，我给你做羊肉烩面。你有羊肉吗？大姐刚给我的200块钱。不是，好，我就把羊肉烩面给你端过来。哎呀！